陶生啊，欢迎你嚟到社民连今次嘅酒会，咁你有啲乜嘢同大家讲噶？我嚟就系恭贺社民连咧嘅即系成立会庆啦。咁就香港咧即系会有一个民主嘅光谱。咁我觉得咧就社民连即系睇嚟佢哋系希望系占据嗰个最左嗰边，即系最激烈嘅，亦都系咧最希望尽力去争取嘅。咁我覺得呢個咧，即係每一個社會咧，都係有呢個光譜嘅最左與最右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社民嘅成立咧，其實係將香港嘅政治咧更加令到多元化，同埋令到咧係嗰個動感啊更強嘅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唔同嘅市民咧，會對唔同嘅政黨或者佢自己嘅政策啊或者手法咧就有所支持。咁但係無論如何咧，我都係恭賀咧就係社民，並且希望佢哋咧可以繼續咧堅持佢哋自己原則咧。就係、是、為香港嘅市民嘅民主民生咧，係繼續咧係奮鬥。多謝陶生，多謝你嚟到參加我哋酒會，多謝。